好，我现在要去看那个，听说是日本新三大夜景之一。好吧，那你那你，对，看不到。然后因为夜景都是要跟情侣去看，那就是前面有一对情侣，这边也一对情侣。哦，我是一个人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那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帮大家看一下怎么走。刚刚在那边下车，然后走过来。对，就这样过马路。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走，就看前面的人怎么走，所以我就偷偷跟在后面当个跟踪狂，跟踪一下。那接下来他们是要等公车，现在是七点半，所以要等7:45的车。他就是等车，然后坐上去就很简单。然后这刚刚那台车是试电，就是要付200块，那这台车是不用钱，而且不用钱。他要写中文，你们应该看得懂，看不懂就叫他写注音。对，写注音应该就大家看得懂。好，电车来了，不对，巴士来了。情侣 fuck you。 好快哦，一下就下车了，大概坐5分钟耶。那就是如果你坐那个试电的话，就是他车上会有这个，就是这个优惠券，就可以便宜一个200块。嗯，200块也是钱。好，那就是在这边下车之后要进来。对，台票在哪里不知道，跟着他们走就对了。然后要搭电梯到四楼1234，然后就买票，买完票坐车，就这样。被打动了。在关美的是吗？一下车就是想要叫我们买东西，不过才不会上当。我就是偏偏要看一下，这应该是芝山顶的那个，我还没到，我等下要去。那现在大家在等车。这只叫粉粉，这只叫黑黑，他们叫做粉黑。人超级多，人超级多，你们看得到我吗？看不到，没关系。哇，人好多。我也想要去瞧，一个人也可以瞧，一个人也想瞧，一个人也要瞧，耶、yeah ，瞧一下，其实蛮大声的。今天的月亮很圆，圆圆的。
我已经跟你们讲怎么走了，你们就自己来，好不好？自己来。好，车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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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脚没有再踩，居然会动，恐怖，太恐怖了。